6月8日，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于记者会上公布，为加强本地经贸与旅游，香港海洋公园将于6月13日重开，而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也将于7月15日如期线下举行。亦都这个书展呢，是我们连同这个印刷业呢，是透过防疫基金里面呢，是拨出了4000万元呢，是资助即係所有參展嘅本地嘅參展商，亦都咧佢哋個上限係可以去到10,000元。邱腾华表示，香港海洋公园与迪士尼乐园两大主题公园将在短期内重开，其中香港海洋公园预计将于本周六开园。邱腾华透露，在做好基础防疫措施的前提下，香港主题乐园将不受限聚令限制，欢迎市民和游客参观游玩。在主題公園的限聚令呢，我們了解在法律上面是不受那個即原先的限制，所以因此呢它可以去重開。現時來說，我們去戲院總人數都多過即8個人的，但是即他們也有措施是減低那個總的座位，亦都有很多措施做消毒、等等的工作，同樣的情況呢會在主題公園是一樣會這樣做。